站上格莱美的舞台上，如果是领奖，你的获奖感言是什么？不是，你就别搞得我突然一下兴奋了。大哥兴奋了。不，还没想到那去，我就先想想，然后到时候看看是不是这么说的。你会说什么？如果在国外领奖，首先应该谢谢祖国嘛，对吧？然后才是谢谢那个主办方，然后再谢谢我的粉丝，然后谢谢我的团队。你别玩哥，你这真是感觉你在玩我。但不知道，你先还没到八字没一撇呢，你先把事儿做好了。我先把事儿做好了，先别想。你在想这个的时候，你的手都开始抓凳子，然后已经肩膀已经开始紧张起来了，已经开始紧张了，烦，已经开始想了。烦。我的问题问完了，谢谢邢老师。辛苦了。打开腾讯新闻 APP， 添加眼界夜卡，更多精彩内容独家花絮等你来看。